全民打棒球 PRO 的玩家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负责今天比赛转播的张立群。今天的比赛将会是非常重要的一场，一定会相当的紧张刺激。东哥黄忠义，你好。比赛开始前，有跟双方的球员聊过，两边打击出去，守备员接到了一垒 ，safe， 安全上垒。打击出去，守备员正在追抢，是安打，安打，二垒 ，safe。守备员正在追求，是安打，打进一垒，一垒出局了 ，out。外出球 ，swing， 打击出去，飞得非常远。守备员开始攻守交换了，打击出去，球往外野飞出去，左外野手接上了高飞球，打击出去，守备员接上了高飞球，出局。安全是因为关键战役的关系吗？守备安打，一二垒，打击出去，守备员正在追求，安全接到球，外野进行转传，打击出去，守备员正在追求，左外野手接上二垒，打击出去，守备员正在追，游击手出局了，开始攻守交换了。击出安打，二垒，打击出去，安全，二垒，好球，挥棒挥得很好。今天是一打数，打击出去，守备员正在追着球，守备员没有接到安打，守备进行转传，有 safe， 安全。今天是一打数一，打击出去，守备员三垒手接上了高飞球。守备员正在追着，是安打，二垒。教练经过一番思考，决定替换选手。